同学好，我们看到101学测第一题，题目要求这个根号的值等于下列哪一个选项？因为根号里面有两个分母不一样的分数相加，所以我们先通分做计算。5平方分之1跟4平方分之1最小公倍数是25×16，所以5平方分之1我们就将分母跟分子放大相同倍数，改写成25×16分之16。4平方分之1我们可以改写成25×16分之25。最后这个加一呢，我们可以改写成加上25×16分之25×16。这时候分母都相同了，所以就可以相加，得到25×16分之16+25加上25×16，也就是400。最后再计算一下，分母是400，分子是441，开根号出来后呢，就得到20×21。做一下计算，可以求得答案是1.05，选 B。